早七点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张静。各位早上好，我是战东。今天是2019年6月14号星期五，欢迎各位打开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是世界献血者日啊，在一开始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跟献血有关系，那么我也想问张静一个关于献血的小常识哈、你说这献血之前是否应该填饱肚子，空腹可以献血吗？我估计会头晕吧。这个献血呢是不可以空腹的，你想这不吃饭哪有力气献血呢？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献血啊和医院体检的抽血呢是不同的。空腹的时候呢，人体当中血液的葡萄糖含量会比较低，献血者呢就有可能出现头晕等低血糖的不良症状。所以献血之前呢，最好要吃一点清淡少油的食物，比如说稀饭啊、馒头啊，什么都可以。这说的太专业了，你看我都跟上课似的听你讲啊。职场健康课。哎，其实说到这个献血日哈、还有很多有几个数字也特别希望能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哈。你比如说第一个数字是据国家卫健委透露呢，中国无偿献血人次保持连续20年的增长。那1998年全国无偿献血人次约30万，到了2018年的时候达到了近1500万，这个数字的跨越还是非常之大的。此外，截至2018年底，中国共设置血液中心是32个，中心血站是321个，中心血库99个，采血点3164个。血液是生命之源，是我们的健康保证，对于生命危急的病人来说，救命的血源是无价之宝。说的没错。那当你走在街头的时候，偶遇到一辆献血车你是否会犹豫，是否应该勇敢地走上车进行献血呢？参与到无偿的献血当中，对于献血你又知道和了解多少？赶紧拿出手机摇一摇，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来说一说你的看法。那稍后我们也将带来关于这件事情的详细报道，同时也欢迎您通过摇一摇来参与我们的抽奖送书活动。每天呢，我们将免费送出50本书。今天的节目您还将看到以下内容：30个城市试点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明明白白，看病花费一眼看穿。按病组付费，个人看病能减轻负担吗？科创板昨日开板，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交易制度有何变化？个人投资者如何打新？山东济宁6名考生被困酒店电梯，错过高考英语考试，考生酒店就赔偿金额难以达成一致，酒店应承担哪些责任？赔偿金额应如何裁定？世界献血者日到来，去年我国无偿献血近1500万人次。第一时间和您说说有关献血的小知识。马来西亚羽毛球名将李宗伟宣布退役，结束了19年的职业生涯，败者为王，终有一别。2019中国电商扶贫行动助力粉红小土豆走出云南惠泽，今天网络直播将走进云南镇雄尝鲜特色云笋。聚焦热点事件，搜索时事新闻，起来走进今天的新闻热搜榜。今天上榜的时事新闻有这样3条。第一条是来自商务部的消息，商务部表示，如果美方继续升级贸易摩擦，我们将奉陪到底。第二条是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农业农村部提醒，草地摊叶禾已抵达豫南皖北，下一步要确保玉米主产区的生产安全。以及来自民航局的消息，民航局表示，部分波音737机翼部件存在制造质量问题，部分波音737机型恢复运行前，安全问题必须解决。我们来详细了解。首先来共同关注本组新闻的第一条。美国近期威胁称，如果在今年的 G20 峰会期间中美双方不会面，美国会立即对中国输美的价值3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进行了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做法，
对于贸易战的立场，我们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不想打，但也不怕打。如果美方一意孤行，继续升级贸易摩擦，我们会奉陪到底。对于近日美方称不想支付关税的公司正在离开中国，高峰则回应：2019年1至5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460家，实际使用外资3690.6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128.9亿元，同比增长12.4%；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501.1亿元，同比增长4.2%。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热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配套产业体系，而且营商环境正在不断优化，消费市场不断升级，前景十分广阔。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摩根大通银行、高盛等等一些机构研究也都表明，美方加征关税的成本几乎都落在了美国的进口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的身上。针对草地贪夜蛾正在我国自南向北蔓延的紧急情况，农业农村部昨天提醒，目前防控形势严峻，下一步要确保玉米主产区的生产安全。据了解，草地贪夜蛾主要危害玉米、甘蔗和高粱，目前向北迁飞已抵达河南南部和江苏、安徽北部。截至目前，草地贪夜蛾已在18个省份的900多个县市区监测到，发生面积达380万亩。重点防范区主要包括河北、山东、河南等北方15个省份。这个区域是玉米主产区，目前害虫还没有大量迁入，要重点设防，及时诱杀迁入成虫，主攻低龄幼虫防治，力争将危害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韩长赋表示，防控要按照严密监测、全面扑杀、防治结合、分区施策要求，全面监测预警，及时有效处置，确保草地贪夜蛾不大规模迁飞、不大面积连片成灾。目前，中央财政已下拨5亿元专用资金，组织购置药剂药械，支持虫情发生区和迁飞过渡区开展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应急防治。同时发布的25种应急用药目录供应比较充足。美波音737 MAX 机型被全球多国停飞。日前，部分波音737飞机又爆出部分零部件不合格。我国民航局昨天回应称，部分波音737机型恢复运行前，安全问题必须解决。民航局已经接到美国联邦航空局，就是 FAA， 关于部分737NG 和737 MAX 飞机的前缘缝翼滑轨存在制造质量问题的通知。据了解，美国联邦航空局日前披露，一家波音供应商制造的被称作前缘缝翼导轨的部件可能存在问题，有问题的部件可能多达148个，受影响的飞机超过300架，既包括正处于全球停飞状态中的波音737 MAX 飞机，也包括一些前代737NG 飞机。美国联邦航空局已要求波音公司立即更换这些零部件。对于 737NG 系列飞机，民航局已于6月11号发布了试航指令，要求国内航空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对受影响的飞机的主缝翼滑轨组件进行检查、报告、更换和退返。对于存在相同问题的737 MAX 飞机，波音公司正在制定相应的服务通告。我们民航局将密切关注 FAA 和波音公司的后续的措施，在飞机恢复运行前，有关的安全问题必须得到相应的解决。媒体全搜罗，新闻再发现。进入到今天的媒体新势力，上榜的有这样4个话题。首先来关注第一个，日前呢，国家医保局确定北京市、天津市、河北邯郸市等30个城市作为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的试点城市，也就是说，在这些城市看病住院不用再按照单病种付费，而是按照病组打包付费。
这种方式也称为 DRG 付费。那么医院如何对患者进行按组分类呢？我们来详细了解。医院大致可以按照疾病的严重程度、治疗方法的复杂程度、资源消耗程度这三方面对患者进行分类。对于不同的分组，医院会通过科学的测算制定出每一个组别的付费标准，并以此标准对医疗机构进行预先支付。举个例子，比如看肺炎，以往是验血、拍片都需要一项项收费，而改成按病组付费之后，医院会先根据患者肺炎症状的轻重程度进行分级，然后按病和症状级别结算。肺炎这个诊断相关的各种症状所需要的检查化验，全部按肺炎以及相应的症状级别打包付费。那么此次改革为什么要试点按病组打包付费呢？国家医保局介绍说，这是由于我们一直实施的付费方式，也就是按单病种付费，被认为导致过度医疗大处方。这里对大处方做一个解释，大处方也称超长处方，无适应症用药，一直被相关部门严查，急需改革。同时按单病种付费也不利于对疾病的治疗，一旦遇到复杂病例，医疗机构为了不超出付费标准，就可能出现转移住院费用的情况，否则就会出现越治疗疑难病例越赔钱的尴尬局面。最重要的一点，目前我国医保支付的重心主要是在住院费用，按单病种付费不能做到对疾病的全覆盖，而按病组打包付费的方式可以基本实现住院疾病全覆盖。明年也就是2020年，按病组付费就开始模拟运行，到2021年启动实际付费。那么按病组打包付费给患者和医疗机构带来什么变化呢？我国个别地区已经开始进行 DRG 付费。举个例子，在河南省宜阳县实行了 DRG 付费的方式，患者因为肺炎入院，刚一住院，护士就会给上一个单子，患者版临床路径，患者就知道治疗肺炎要花2300元，自己掏700元左右。对于患者来说，看病明明白白，更加省心，看病花费一眼看穿。与此同时，老百姓的个人负担也会减轻。举一个例子，某一个病种，现在某一个病组啊，现在医保给他的这个付费的标准，就跟刚才讲的是5000块的话，那么这是整个的费用的一个标准。假设啊，按照我们现在医保的报销政策，假如说它是报80%的话，当然我们还有起伏线，假设我们的起伏线是500块钱，那么就意味着医保在这里面需要承担这个5000减上500，然后再乘以80%，这是医保去负担的，那么剩下呢就是个人的负担。那么实际上当整体费用的标准确定下来以后，实际上医保跟个人的负担就相对就确定下来了。国家医保局表示，会逐步推进依据大数据的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和按人头付费工作，建立多元复合医保支付体系。未来这些付费方式将共同存在，可以弥补各类付费方式的不足，更好地服务患者，提高医保基金效率和质量。应该说，无论怎样变化，改变不了，就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这个优惠可以惠及于众，真正为患者减负。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落下了帷幕，每年呢都有很多考生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啊，最终是错过了高考。今年也没有例外，在山东济宁市梁山县一中考点就有6名考生同时迟到，没能进入考场，最终英语成绩为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今天来共同关注一下。6月8号下午是因为高考的时候考英语，然后我们就从酒店里出来，然后2点15分的时候进的电梯，然后一直到2点55分我们才出来。因为在此之间，电梯是到了1楼以后就没有开门，然后又下沉了一段，直接坠到底了。这6名考生都是在梁山县一中进行的考试，由于家里住的比较远，因此他们在6月6号的时候就在距离考点800米左右的这家都市118宾馆住了下来。
可是没想到最后一门英语开考前却遇到了电梯故障，被困在电梯里40多分钟。然后我们也曾向工作人员进行申请说拨打119，但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5分钟内可以打开，到后来也是没有打开，10分钟内也是没有，我们就一直拖一直拖，到最后已经是50多了才开始拨打119。当时我们出来电梯的时候已经是延误了高考时间。虽然最后119来到了现场，把考生们从电梯中营救出来，但是离考试规定的入场时间已经过去了10多分钟，6名考生失去了英语考试的资格。考个英语就可以上本科的，你下一年的时候政策也变了，分也提高了，本身就是专业课已经过线了，然后就是考完这一科目基本上就能过，就能上大学了。这6个考生本期待着进入大学，可是这个出了故障的电梯却阻断了他们的大学梦。当时心情很崩溃，有的同学都哭了，就在考点门口哭，心里很难受。我感觉这可能就是改变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原来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向上的，但现在感觉就被毁掉了一样。而考生家长们从9号就来到宾馆讨个说法。要采访的话，先去县委宣传部。行，县委宣传部这个介入这个事儿了是吧？这个我不太清楚。那现在成立工作组了吗？不太清楚，我这个。不知道，不清楚，事关6名考生的命运，如此的草率回复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昨天，事件有了最新的消息，涉事酒店出面道歉，并表示正在协调处理方案。面对现实，除了查清楚责任归属、明确赔偿方案，还应该关心这6名无辜的考生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我代表酒店嘛，就是给家长以及学生表达歉意，然后具体我们再协调那个处理方案。我目前呢，因为双方的这个差距比较大，他们找了一个结合点。下一步我们如果找不到一个很合的结合点，那么我们就要引导双方走一个司法程序，把这个事情妥善解决。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啊，在高考志愿指导上，我们找专业人员呢。给他进行指导。第二天呢，如果这些孩子们想复课的话，我们在学校呢，在政策这个允许的范围之内，这个给学生们呢，这个尽量的这个减免学费。只能猜测当时的情况哈，然后比如说人上去了以后，都挤得满满的，对吧？有些人要是一动的话，就这个门，你看这个门。它是突出了一块的，你要是一闯这个东西，里面的轿门一动，门锁点要是断开了，就有可能电梯猛那么一停，就会关在里面。这件事情呢，在网上被很多的网友所关注，大家在替几名学生感到惋惜的同时，更多的声音是在追问涉事酒店先是电梯故障，后又没有采取合适的手段减少损失，那么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考生和酒店之间的赔偿请求呢，是相差了10倍，最终又该由谁来裁定？我们来听一听律师怎么说。在这个事件中呢，学生和酒店之间签订了服务合同，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酒店在提供住宿服务的同时，也需要提供安全的设施和设备。电梯作为酒店提供的设施设备，酒店有义务要去维护维修这个电梯，要确保它的安全使用。在发生故障的时候，酒店也有义务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维修，还有及时救助被困在电梯里的人。这个事件中，电梯发生故障以后，虽然酒店的维修人员及时赶到了现场，但是呢，他应该考虑的是被困的人员是这些要考试的高考考生，所以呢，他应采用更为有效、更为快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考生与酒店之间在赔偿金额上的不一致，法律人士表示，双方可以就此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了，双方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如果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考生可以主张。另外呢，如果因为酒店的违约行为导致考生有直接损失，也可以
主张赔偿损失，但需要考生对实际损失举证，具体金额需要法院根据案情、双方证据进行裁决。这件事情呢，让六名考生的高考梦已碎，目睹着其他跟自己共同努力的同学都进入到高校，而自己却错失。我相信，不管是哪位考生和家长，心中一定都不是滋味儿，真的替他们感到非常的惋惜。虽然被困在电梯里啊是偶发事件，但是这事儿呢，给考生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涉事酒店和有关部门应该尽快给所受害的考生一个合理的说法和救济路径，让他们不至于因为意外之灾而耽搁了一生。再来看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揪心的消息，昨天也是在网络上疯传哈，随着高层住宅越来越多，高空坠物伤人的事件呢也是时有发生。昨天在深圳某小区，一扇玻璃窗从20楼坠下，是砸中了从此地经过的一名6岁男童。本来是好好的正常走路，但是却被从天而降的东西不幸砸中。近年来高空坠物的事件也是屡次出现，从高空坠下来的物体也是五花八门，但无论是什么，后果往往都是一出悲剧。我们通过一个试验来清楚地了解一下高空坠物到底危险性有多大。高空坠物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据专家介绍，从10米高处的物体掉下来，它的速度在10米每秒以上，比100米赛跑冠军的速度还快。哪怕是很小的物体，这么大的速度瞬间变为零的话，也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力。举个具体的例子，一个4厘米长的铁钉从18楼抛下能插入颅骨，一个空易拉罐从15楼抛下可砸破头骨，25楼掉下可致人当场死亡。一个20克的麻将从20楼飞下能将路人手指砸骨折，一个60克的鸡蛋从4楼抛下可致人头起肿包，8楼抛下致人头皮破裂，18楼抛下可砸破头骨，25楼抛下会致人死亡。即使一个巴掌大的西瓜皮如从25楼抛下也会要了人命。可能很多人觉得高空坠物是偶发事件，离自己很远，那可能你就想错了，谁都可能会成为受害者。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避免高空坠物呢？我们粗略统计发现，高空坠物主要有3个来源，一是建筑物外墙及广告牌、灯箱等，二是高层居民随手丢下的器物，三是阳台放置的花盆、木板等闲置物。避免此类事件，需要小区物业或是商户管理方对高层楼房的隐患定期巡检排查，发现问题及时修复。比如高楼层外墙瓷砖是否有老化脱落现象，公共区域监控摄像画面是否正常，建筑物顶层是否有砖头等杂物。做好这些工作，能够有效避免在这些方面的隐患，并且在发生高空坠物伤人事件后能够清晰地划分责任。仅靠物业公司还不够的，小区业主也要提高警惕，对自家的设施要定期排查安全隐患，比如自家窗户、空调、支架等是否牢固，如有松动应及时加固等。此外，要留意自家阳台、窗台上如花盆等容易被风吹掉的物品，避免因大风等天气原因造成高空坠物。此外，我国对于高空坠物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真心希望像高空坠物这样的事情可以不再发生，希望所有人都可以重视起来。高空安全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不要等到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们才想到如何去解决。一次次的高空事故已经足够我们警醒。另外呢，相关部门也应该想想如何能够从技术手段、防护设施的角度，能够减少因为失误而发生的高空坠物、高空抛物。只有头顶更安全，我们的心才能更踏实，走在路上也才能更加安心。好，再来关注下面一个话题。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无偿献血，宣传和促进全球血液安全规划的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等组织自2004年起，每年的6月14号定为世界献血者日。今天呢，也就是6月14号了，是第16个世界献血者日。那么，据国家卫健委统计，2018年我国无偿献血近1500万人次，无偿献血人次保持连续20年增长。那你献血过吗？那么对于无偿献血，你到底知道多少？接下来，让我们共同通过一个小片儿来了解一下。什么人可以献血？男，18至55周岁，体重大于等于50公斤；女，18至55周岁，体重大于等于45公斤。身体健康的公民都可以参加。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肝炎、结核、心脏病、精神病等患者禁止献血。此外，对于血液安全存在高危行为的，如嗜毒品者不宜献血。献血对身体健康有影响吗？人体内血量约占体重的1/13，一个体重70公斤的成人身上约有4000至5000毫升的血，一次献血200毫升不足全部血量的5%，健康人一次失血10%以下，极少引起症状，而且还可以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增加红细胞，有利于健康。所以我们不必担心献血之后会引起贫血，甚至是免疫力下降的情况。献血之后因为造血功能反而得到加强，所以失去的血细胞很快就会得到补充，因此健康人按照规定献血的话是不会对身体有损害的。而正常规律的献血还能起到降低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几率，刺激我们的造血器官，增强造血功能，提高身体免疫力和抗病的作用。献血前应做哪些准备？一、献血前一晚不要饮食过饱，献血前两餐不要饮酒、吃肉、鱼、蛋、牛奶、豆制品以及油腻食物，防止血液浑浊，影响血液质量。二、献血前一晚要保持良好睡眠，献血前也不要空腹，以免出现头晕、心慌、出汗等反应。三、献血前两天如感冒、发烧、咳嗽等，应暂缓献血。献血后应注意哪些事项？一、献血后稍作休息，不要马上站起来，拔针后应伸直前臂，稍稍上抬，并用3个手指和棉球按压针眼15分钟左右。注意按压时不要曲肘，有可能引起皮下淤血。如果针眼周围有青紫，热敷后可逐渐消退。二、献血后的当天要注意针眼处的清洁和卫生，洗澡以淋浴为宜，避免脏水污染针眼，以防感染。三、在献血后的几天里，适当吃一些高蛋白和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剧烈运动，适当的进行休息。血液是生命之源，是我们的健康保障。对于生命危急的病人来说，
救命的血缘是无价之宝，无偿献血呢，不仅仅是给他人一线生机的希望，更是给予他人一份爱心温暖。感谢所有的无偿献血志愿者，生命因为你们而美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咱们也来聊一聊这样一个事情：当你走在街头，偶偶遇到像献血车，你是否会犹豫？是否可以勇敢地走上前去参加献血呢？您对于献血知识又了解多少？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第一时间的官方微博、微信来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选择摇一摇当中的摇电视，摇动手机还可以进入到抽奖页面。每天我们都会免费送书，期待各位的参与。好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新闻，接下来是由张静为您带来今天第一时段的看天下。今天第一时段呢，看天下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天气。首先来看广东的情况，广东惠州市气象台昨天早上9点多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当地雨情最严重的是龙门县。昨天早上龙门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停课。在龙门县，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蓝田乡，24小时累计雨量达到246.9毫米，而惠州市达到200毫米雨量的站点也达到了4个，超过100毫米雨量的有20个。在龙门密西县道蓝田至密西段出现3处塌方，交通受阻，工作人员马上组织铲车进行清理。龙门公路局管养的 S353线青塘桥路段河道水位猛涨，河水漫过路面约10至60厘米，导致龙门往从化双向车道交通中断，车辆无法通行。养护工人立即设置安全警示及绕行标志。12号晚上，受强降雨影响，广东河源龙川县细澳镇多处山体滑坡，导致电路严重损坏，通讯和交通一度瘫痪。昨天上午，记者实地探访了受灾村镇。沿着 X158线道走进细澳镇，一路上接连遇到山体滑坡，当地村镇紧急将大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看大火今年其实没。没见过这么大的水。哎呦，比我还老的都恐怕都没见过呢。还有个别村民因为转移不及时，遭遇山体滑坡受轻伤。有6、7个村民去搞那个救人呢、啊，搞出来之后呢，道路又不通，那边正在抢修道路，我们那边人就送出来，就是人工抬出来，没办法了，只能先抢修道路，道路通才能把人运出去嘛。截至13号下午3点 ，X158线道还在全力抢通之中。连日的暴雨给广东当地的蔬菜种植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广东中山市三乡镇市场上已经很难见到本地蔬菜的踪影。我们来看记者对当地菜地的采访。三乡镇这个农场有数百亩菜地，不过记者发现菜的品种非常少。种的最多的是葱，还有少部分生菜、小白菜，但是长势都不太好。菜农秦先生说，这段时间隔几天就一个黄色暴雨或橙色暴雨，让他们心惊胆战。水呢就已经上晒嗰啲菜地噶啦，好高水位啦。嗰时我先开始抽水。秦先生说，今年的降雨量特别大，种其他叶菜基本上是很难收成的，只有葱比较耐涝。但因为种葱的人比较多，所以卖的价格也特别便宜。上周的田头收购价是1.2元一斤，这周价格稍微高一点，也只有2元左右，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记者就发现，于先生的菜地里除了葱之外，还有一小块地种了其他的叶菜。嗰度嗰啲人菜啊，天气啊好差啊，架叶坏晒咧，攞唔到嘅。一到咗8月15之后就种得叶菜到，呢个时候种唔到。除了菜农的生产受天气影响之外，果农的日子也不好过。5至6月份是葡萄丰收的时间，但李先生的葡萄园只有1/3的葡萄树挂了果。他说，去年台风天吹坏了很多树苗，今年补种下去的树苗又因为雨水多生长很慢，收成预计比往年减少一半。
我们再来看广西的情况，这两天的强降雨导致广西桂林平乐县二塘镇积水严重。昨天凌晨，当地消防接到报警，在一个废弃厂房的宿舍区内有人被困，消防人员迅速赶往现场救援。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宿舍区的道路已被积水淹没，这些房子因为修建的年代有些久，在水中浸泡有发生倒塌的可能。随后他们赶紧携带救生衣、绳索等装备，对整个宿舍区逐一进行搜索，寻找被困人员。有人没有？我们消防队有人没有？6:05，消防人员找到三名被困人员，并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期间，消防人员了解到侧门附近还居住有两人，他们随即又返回寻找另外两名被困人员。6:25，这两名被困者也被转移出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到江西赣州，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当地张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多个乡镇出现了河水倒灌，当地立即组织力量抢险救灾，连夜转移安置58000余人。昨天早上，在江西赣州大余县南安镇，一片260亩的果园被倒灌的张江河水全部淹没，两名看管员被洪水围困在一间2层民房里，无法离开。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赶到现场救援，送他们到安全地带。河水倒灌还导致大余县城区坝上路和11个乡镇不同程度被淹，部分地势低洼路段的民房进水。当地各单位各部门连夜对被困群众展开转移救援，截至下午15点，共转移群众58736人。我们呢是从昨天下午3点多钟开始接到乡镇的一些求助，需要我们协助他们转移群众，一直到今天早上，我们还是在出勤的救援任务当中。我们差不多已经连续出救援任务已经将近20多个小时了。随着降雨停止，大余县的洪水开始逐渐退去。到13号下午，大余县张江河水位已经降至警戒水位以下。我们再来看福建，受持续降雨影响，昨天早上福建龙岩市武平县中赤村的通村道路被垮塌的山体土方阻断，车辆无法通行。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武平县的中赤村。那么在13号早上5点多的时候呢，由于暴雨导致了山体滑坡。那么我们现在脚下的这条路上呢，是多处出现了被土方阻断的一个情况，道路抢修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着。这条路近期可能也还有10几个地方也塌方的，10几个地方啊，对，但是下面有2个自然层吧，所以现在都天不同路不同。记者了解到，被山体滑坡阻断在里面的2个自然村有村民300多人，连日的强降雨使得通村道路下方多处泥土被掏空，再加上这一次的多处山体塌方，机动车一段时间内无法通行。这几年我们这一路嘛，基本上是每天在塌方，每天在清，就这一条道能走吗？只有一条道可以走的。山体滑坡也导致了中赤村和周围几个自然村的供电中断，当地政府积极组织抢险队伍抢通道路，恢复供电。与此同时，为了减小强降雨对农作物的影响，当地农技人员现场指导群众开展生产自救，降低群众财产损失。再来看四川，昨天凌晨2点开始，四川泸州北部区县出现大雾天气，部分地区能见度低于50米，导致部分高速路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13号早上7:30，四川泸州纳溪区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8点，记者在 G76下蓉高速龙纳段纳溪收费站看到，由于收费站路口采取临时封闭，等候的车辆排起了将近1公里的长龙。我2点就开始堵，估计现在8、9点钟。13号凌晨，G76下蓉高速龙纳段出现了能见度低于200米、部分地区能见度低于50米的浓雾。泸州纳溪、渠坝、护国等高速站口从凌晨2点开始实行临时封闭。随着浓雾渐渐散去，上午9:10达到通行条件，G76下蓉高速龙纳段解除封闭。再来看甘肃，昨天甘肃敦煌出现沙尘暴天气，敦煌市气象局上午发布沙尘暴黄色预警，受沙尘天气的影响，莫高窟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临时关闭。上午10点，敦煌市平均风力达到5至6级，阵风7至8级。
敦煌城区沙尘四起，能见度大幅下降，局部地区最低能见度只有200米，路上车辆打开双闪和雾灯缓慢行驶。受沙尘天气影响，为确保游客旅游安全，昨天上午莫高窟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启动强沙尘应急接待预案，暂停售票，暂停开放，具体开放时间视天气情况再行通知，游客可按照规定退改签票。同时全市各学校也启动了恶劣天气预案，做好防范工作。之前的几条新闻我们看到，本周江南华南强降雨不断，那这强降雨什么时候停呢？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呢？接下来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孔德翘来跟大家说一说。德翘，早上好。早上，静静。的确呢，在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哈，近期呢这江南华南这里是频频上演了这样的暴雨萝卜蹲。第一吨呢是在江南这一带，这波强降雨直接是把江南提早进入到了梅雨季。那第二波呢是在华南，刚刚新闻当中也看到了，尤其像是三明、深圳很多地方就因为暴雨频频登上了网络热搜榜。像是刚刚提到的三明，到底这个雨下的有多么的强呢？过去的5天当中，像是三明是每天都在下雨，尤其是9号、10号和昨天的时候是出现了暴雨大雨天气，地质灾害频发。不过呢，要带来好消息了，那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末，江南华南这里的降雨终于是要按下暂停键，休息几天了。像是今天明天，除了广东沿海以及海南这一带，江南华南这里呢基本上是大步放晴了。比如说三明未来几天就不会下雨，不过呢在广东沿海的珠海可能还会有一些雷阵雨出现。江南华南降雨按下暂停键，不过呢西南的雨要多起来了，尤其是云南这里未来一周雨水都会比较频繁。我们知道其实从5月以来呢，像云南这里就是降水少气温高，旱情是持续的发展，而未来多雨的状态对于缓解旱情是非常有利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西部雨会下的比较大，会有大面积的中到大雨出现。这一带我们知道山区是比较多的，所以要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一定要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减少去山区出行。而西南这一带的强降雨呢，也意味着新一轮的南方的降雨又将会展开，要注意到了下一周江南华南的雨可能又要多起来了。静静。那刚才我们主要说的是南方哈，那北方的情况怎么样呢？今天以及周末两天天气怎么样呢？其实刚刚在新闻当中看到了甘肃很多地方出现了沙尘天气，不过其实昨天下午的时候甘肃又出现了降雨，而今天呢甘肃这一带还会有一些降雨出现。不光是甘肃，像是内蒙古、宁夏以及东北这里呢，未来几天当中雨水也会比较多。东北这一带主要是以雷阵雨天气为主，在降雨的影响之下呢，这一带天气会比较的凉爽哈。看几个城市，比如说兰州、西宁、长春、抚顺以及哈尔滨，那今天都预报了有雨，那最高气温是在25度上下，这最低气温只有10度左右，是非常的凉快的。不过呢，跟这一带画风完全不同的是，在北方的黄淮这一带高温会持续，尤其是在河北的南部、山东西部以及河南的中北部，这里高温将会持续的发展。像是郑州和济南未来3天啊都预报了有高温，而且一早一晚的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应该说是从早热到晚。这么看来哈，倒是挺推荐这一带的朋友们可以近期去东北以及西北这一带避避暑了哈。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两艘邮轮13号在阿曼海遭遇袭击，发生爆炸，船上燃起大火。伊朗外长扎里夫称这一事件相当可疑，他呼吁有关各方就此事开展地区对话，避免紧张局势升级。据路透社报道，事发后两艘邮轮上的数十名船员都已安全撤离。法新社援引伊朗媒体报道称，邮轮遭袭附近海域的一艘伊朗船只也参与了营救。据伊朗媒体报道，遭遇袭击的两艘邮轮分别为挪威和日本船只，但分别悬挂马绍尔群岛和巴拿马旗帜。挪威方邮轮船员称，他们怀疑邮轮被鱼雷击中，还有信息称可能被磁性水雷击中。而日本方面则明确表示，邮轮先后2次遭受炮弹袭击。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
阿曼海游轮遭袭事件发生在日本首相安倍访问伊朗期间，十分可疑。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要妄断阿曼海游轮遭袭事件，不要试图将此事归咎于伊朗。六月十二号，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六月七号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220.6万桶至4.855亿桶，创2017年7月来新高。美国原油库存意外攀升，引发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下跌4.0%。而13号的两艘油轮遭袭事件，随即引发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原油价格盘中一度攀升约4%。截至1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4美元。收于每桶52.28美元，涨幅为2.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61.31美元，涨幅为2.23%。我们再来关注热带气旋瓦尤的最新情况。印度政府官员当地时间13号表示，正在印度西部附近海域活动的热带气旋瓦尤已经改变路径，将不会从印度西部海岸登陆。不过目前受该气旋影响的区域的港口以及沿岸地区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印度气象部门13号表示，热带气旋瓦尤当天正向西北方向移动。受瓦尤影响，印度西部海岸一些地区仍旧强风雨水不断。此前，为防止热带气旋瓦尤登陆给当地造成重大损失，古吉拉特邦启动大规模撤离计划，准备将约30万名居民安置到700个避难所。印度内政部也在12号表示，组织国家救援队伍进入预计受影响区域，协助群众撤离，并做好了应对灾害的准备工作。尽管南部海港城市卡拉奇并不会遭遇热带气旋瓦尤的直接袭击，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还是发出了极端天气警报，提示人们尽量不要出海，同时也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因热带气旋带来的高温天气造成中暑。炸鸡作为韩国最受欢迎的食品之一，在韩国家庭消费当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随着近年来韩国炸鸡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在去年呀，韩国共有8400多家炸鸡店是倒闭了，相当于每小时就倒闭一家。那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韩国水源市呢是韩国炸鸡店最多的地区，在水源市共有大大小小的炸鸡店2000多家。在我身后呢是水源市有名的炸鸡一条街，在这条不足2公里的街区呢，大概有炸鸡店30-40家，这也是韩国炸鸡店竞争最激烈的地区。金先生是这条水源炸鸡一条街上经营规模最大的炸鸡店店主。金先生告诉记者，近年来炸鸡店经营的首要压力来自人工费的支出。韩国最低时薪近两年来上涨幅度近30%，作为服务员、配送员等临时工使用量较大的行业之一，金先生的炸鸡店仅在人工支出一项上，2年内的涨幅就超过30%。另外，使用手机 APP 等第三方平台点炸鸡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消费者的立场上虽然更方便，但是炸鸡店在第三方平台上每卖出一单就需要支付5%至10%的手续费。끊임없는어떤그신메뉴에대한개발그리고특화된서비스이부분에대해서매년저희가수익의20%이상을지속적으로투자하고있거든요이렇게노력을해야만치열한경쟁에서살아남을수있을것같습니다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韩国70%以上的炸鸡店为个体工商户的自营店，为吸引消费者眼球，各种口味、各式特色的炸鸡产品层出不穷。其中很多炸鸡店由于缺乏对市场趋势的把握，以及口味过于小众化，而陷入经营窘境。另外，连锁品牌的炸鸡企业竞争也异常激烈，某些品牌的广告宣传费甚至占到企业销售额的6%，大大高于韩国1%的普通行业水准。
使得连锁品牌炸鸡店的加盟费、材料供应费等水涨船高，压缩了加盟店的利润空间。此外，原材料、包装费等支出的上涨也加重了炸鸡店的负担，推高了炸鸡价格。예전에는 만 원대였는데 지금은 2만 원대가 되고 나니까 부담스러워서 잘 안 시켜 먹게 되더라고요 막 배달집도 막 3천 원 이렇게 있어서我们来关注科创板。在昨天开幕的2019陆家嘴论坛上，科创板正式宣布开板，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历史性时刻。从去年11月初的宣告，到改革方案逐步清晰，再到开板，这个全新板块的到来只用了短短200多天，实力演绎了科创速度。在2019年陆家嘴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上海市市长英勇、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共同为科创板开板。易会满表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深化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基础制度安排，着力支持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做优做强、发展壮大，支持有发展潜力、市场认可度高的科创企业发展壮大，通过改革增强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的包容性，允许未盈利企业、同股不同权企业、红筹企业发行上市，进一步畅通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的循环机制。易会满表示，设立科创板是一个全新的探索，作为新生事物，发展前景广阔，但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尤其在初期，企业高估值发行等现象可能会增多，市场各方既要保持热情，也要保持理性冷静。开板初期，市场的供求不平衡，加之新的交易机制需要适应，不排除出现短期炒作、涨跌幅较大的情形。易会满表示，在试点初期，科创板的制度创新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有一个逐步磨合的过程，这也可能引发一些市场风险。对于上述问题和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已经尽最大的可能予以评估完善，并做好相应的预案。同时我们将坚持边试点边总结边完善的原则，持续的优化各项制度安排。科创板上市企业存在着技术迭代快、盈利周期长的特点，科创板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也需要不断磨合。它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将带来哪些更加深层次的影响？我们来听一听业内专家的解读。专家表示，目前市场各方都在期待科创板平稳开局、稳健运行，要推动市场生态逐步趋向成熟理性，还需要其他的制度创新和法律配套。它要有一个很好的制度环境，要有一套社会的识别机制，包括信用机制，就是说什么样的企业可以到科创板的上市，这个是要很好的进行筛选。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一系列制度创新使科创板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有助于推动市场更加充分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活力和韧性。对于我们整个国内这个 A 股市场提了一个新的一个概念，提了一个新的一个上市的标准，那么可以进一步的凝聚和提升投资者的这种信心。科创板的推出恐怕是这个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它使得这样一些处在发展相对早期的这样一些企业能够突破一些以前的一些这种束缚吧，或者说障碍，然后实现一个在公开市场上的一个融资。业内人士还表示，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不仅仅是一次制度层面的创新，也是 A 股市场的一场观念变革，对于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为弥补制度短板、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实现路径。要形成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新的增长期，而且以此为契机啊，来推动整个资本市场的制度变革，来推动我们这个观念的一个转型，同时呢，调整我们整个的规则体系，
同时也修改我们的法律，这都是我们的目标啊。科创板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新生力量，也是今年资本市场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截至6月12号，科创板已受理了122家企业的申报，其中6家企业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审核。下面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关于科创板的知识点。为什么设立科创板？科创板是上交所新设立的独立股票板块，定位于符合国家战略、具有核心技术、行业领先、有良好发展前景和市场认可度的企业。创立科创板目的是推进科技型、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使其得到更多的资本支持，增强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包容性。科创板有何重大突破？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可以使发行效率大大提升，信息更加透明，减少了人为干预，并把对公司的价值判断交给市场来完成，符合市场规律。此外，科创板还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允许红筹企业上市，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企业上市等。科创板交易制度有何变化？科创板每手为200股，单笔申报买卖数量不小于200股，且不超过10万股，每日的涨跌幅限制为20%，新股上市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科创板开板，很多投资者也是跃跃欲试，希望可以参与到科创板的投资。那么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参与科创板投资？需要有几种路径呢？接下来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方式一，适格个人投资者打新。个人投资者有明确的入场门槛，直接参与打新条件需满足50万加24月加1万，也就是说，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投资者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包括股票、基金、理财产品和贵金属等。投资者要有2年以上的证券交易经验，并持有沪市股票市值10000元以上。符合以上条件的投资者，每5000元市值可申购1个单位，每一个新股申购单位为500股。值得注意的是，市值只计算上海交易所股票，深圳交易所股票不算在内。市值计算以投资者为单位，单个投资者多个账户合并计算，且市值计算包含融资融券账户。方式二，购买公募基金间接参与打新。作为个人投资者，如果不具备开通科创板的条件，可以通过购买战略配售基金及其他公募产品参与网下配售。科创板网下配售比例至少达到70%。而在目前 A 股的打新规则中，只有10%的股票是用于网下投资者配售的，其余90%都是用于网上发行。方式三，通过私募基金间接参与打新。另外，投资者还可以通过认购私募基金产品参与打新。私募基金满足以下条件可参与网下配售。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产品总规模，最近2个季度均为10亿元含以上，且近3年管理的产品中至少有1只存续期2年含以上的产品。申请注册的私募基金产品规模应为6000万元含以上，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且委托第三方托管人独立托管基金资产。